中国女排世界杯开门红，左右胜负的是朱婷和李盈莹的发球。本场比赛左右比赛胜负的是朱婷与李盈莹的发球，让人眼前一亮。朱婷的发球以前是比较菜的，但是这场比赛朱婷加强了发球找人的变化，效果很好。第二局失平时，朱婷发球，她先发了个前驱，让对方猝不及防。中国队反击得分11-10，朱婷的第三个发球仍然追发一号位自由人补位接了一传，但李在英扣出界，13-10打停韩国队。暂停回来，朱婷的第四个发球仍然发一号位自由人接到网上，中国女排反击得分14-10。暂停回来，李盈莹发球仍不失误，再发四个打至24-14。全场比赛就在李盈莹的发球声中落幕了。